婆左今天过51岁生日，拉老婆太恩爱，翻摄自周立波微博。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中国知名主持人周立波去年一月在美国纽约驾车蛇行遭检举，经警方拦截排查后，发现车内藏有枪支及毒品，当场被逮捕。歌玉随后表示，是毒瘾瘾始终困扰他。今天是周立波51岁生日，稍早他特别拉住太座，在微博 PO 文晒恩爱，亲友合影祝周立波周生日快乐。反射自周立波微博，周立波晒出照片中有和太太亲吻相拥十指紧扣照片，更有于亲友大合照。他发文表示，人生从来就没有什么公不公平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，还连续强调问心无愧，无愧于心。一次对涉毒案做出回应，少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，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。周立波微博全文。今天太太和家人陪我过了人生第二次48岁生日，本人于上世纪的1967年4月2日不幸降临人间，荣幸活至今日，又幸家庭美满，所幸财务自由，坚信天赋所有的人生不同凡响，因为我问心无愧，所以我无愧于心，因为我于心无愧，所以我终将不同凡响。